老公的女司机。哪个？刹车！我问你哪个？你说呀。慢点，停车！哎呦！这可怎么办？提前带刹车。啥玩意提前带？说带刹车，速度很快，带刹车！啊！好了，你这是干嘛了？照镜子呀。啊？照镜子。我在这，你挨个梳妆态度很，这是看后边的，这是让你看后边的，让你照镜子的吗？啊？好。慢点，这96迈，你不知道这儿，慢点的。你让我开的定速巡航，大哥。你是傻？你是人还是你是机器了吗？那定速巡航不踩刹车不顶用，人家有那个减速带的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开车呢，不要打扰我。这倒车，咣！哎呀，这个害道太牛了，欺负人呢。刹车！干嘛要刹车呀？挂一档啊，小挂一档。你把关了，我拐过去。哎！我轮胎开没了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要报警还是怎么办？前方路段，明知道有状况了嘛，就减速嘛，刹车！干嘛嘛？哦！有状况了嘛，就刹车嘛，还哪里什么嘛？那你饿什么嘛？我想饿，不行啊！有什么？哦，哎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因为导航他说叫我掉头的，不好意思。看看地面，这是什么路啊？啊，对不啦？怎么对啦？这是人家右转弯的道呀，你走错道啦？你这不是我开往前了吗？哎，你不要走了呀，往这边走呀。那我已经走到这里了。不要过去。哎呦，我的车找不着了，你知道在哪吗？我用手刹没拉住，我马路牙子上去了，看见没？幸亏有个台阶。人才啊！踩刹车！你咋的了？撞上了。什么没车呀？你溜车撞后边车了，有人。这拐弯打转向啊，又他妈扒了雨刷器，还呲水，我让你干家政来了呀？说话啊！那左手是干啥使的？再比个扇嘴巴不用了。你慢点，不着急。快点，先刹车！我跟你讲，开车不是说到车的面前刹车的，知道吧？你的刹车！哎呦，都开成这样了，上高速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怎么会开成这样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也想超车。你超啥车？你这前面是弯道，高速上这样弯道不能接到超车。你等这玩意儿过去再超它。对面你得看着对面车道没有车你才能超，你都看不着，你超不危险吗？哎，那我现在能超了吗？超吧，能超。哎，老板，别喊，你喊啥呀？你超车。加油！别喊，好，别喊啊！靠边，你别开了，靠边了，别开了。此时女司机正在挑头倒车。为了着急上班，她让老公来处理。她开着老公的车又开始挑头倒车。但接下来的一幕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！此时的老公已经懵逼，他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女司机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